果罗莹莹，你们的狂欢节什么样的？在什么时候？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 Notting Hill Carnival， 这是我们英国伦敦的。啊、哦，来，这位观光客翻译一下。英国人的里面是有个节日，你再说给他听一遍。Notting Hill Carnival， Notting Hill Carnival， 啥子？翻成中文是 Notting Hill， 中文 Notting Hill，Notting Hill 是 Notting Hill 就是 Notting Hill， 是吧？我的意思对吧？不对不对，来来来，再继续介绍。这是诺丁山，诺丁山，诺丁山的嘉年华。嗯，那么这个是每一年从66年开始的，每一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他们会举办这个啊，这个特别特别大，会有每一年都会比150多万的人都会参加，那么多人过去，对，特别多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，我带来一些照片。里面有些什么呢？各种各样的表演都有，特别华丽的。然后还有，这为什么是那个啊？是为什么是埃及的表演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，都各种各样的表演有哦。而且第一天呢，就是给小孩儿，就是小孩玩；第二天就是大人玩的。那么也有一些鼓啊。哦、就各种表演，各种舞蹈，对，还有音乐。虽然是英国举办的，但其实它的主体一般都是非洲啊，还有非洲主题啊，非洲主题。那芬妮，你有去吗？没有。诺丁山的那个 party 没有去，没去哦。我不是非洲的。我今天不是非洲的。你今天不是？你今天是？我今天是英国的。英国的。看头发。罗莹莹，英国还有什么其他节日吗？英国苏格拉，我们1月份有一个叫 Appalia， 是一个圣火节，也是圣火节，对，也是欧洲最大的一个火节。那么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，他们穿的是这个 Viking， 这个中文是这个维京齿轮 Viking 的服装。是这个样子的，特别多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个火炬，然后有跳舞、唱歌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船，然后最后在这个船他们会绕一个圈，然后跳舞啊，然后最后把这个船烧了，又烧掉。我记得你上次介绍过一个节日，也把什么东西烧掉，也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我上次对啊，你好爱烧东西哦。但是这个更好玩，因为他上次介绍一个节日，也是一群人穿着衣服要烧，然后最后把那灰烧掉。是吗？我们很多节日都是烧东西，明白。另外有一个也是特别好玩的，是 Yorkshire Pudding Boat Race。这个船呢是有照片，是真的用面粉、水和那要沉下去吧做的啊？不会的，他们用一种 varnish 在外面。其实这个是一个有一个男人，他是在一个酒吧喝酒的，我估计有点像朴载镛这样类型的人，在就怪怪的人酒吧，对对对，然后做日梦，就是白日梦，做白日梦想出来了这个，然后就这个比赛。那为什么他一个人想出来的这个游戏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参加呢？大家觉得好玩呢、特别是小孩，这特别都是小孩玩的。Pudding 不是真的我们的布丁，他们的那个 Yorkshire Pudding 有点像我们的，比较像面包，面包，所以不是，其实蛮硬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硬的，是软的，可是它有点空空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浮在水上，很厉害。能浮得起来吗？它就是是真的是面包吗？是面粉，对对，是面粉做的，有一点像面包。它其实一般是这么大的，我们圣诞节会吃的，就一个小孩坐在面包里面，然后就是划龙舟，哇，真的耶！哎，有没有划到一半沉下去的？对啊，没有的，是挺好的。这是以前挺好的，他告诉你。开头的时候，他们用这个是来救人的，那个时候。这个救人？对，当时他们没有船，就找不到船，然后有一个人需要救，然后有个人，那个人想到用这个来救人，然后救了人之后，人家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变成一个节日。对，明白。来，我们到国外去会参加很多的狂欢节或者是节日，但是去过这些节的时候呢，要注重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。如果就是穿舒服一点，普通一点，鞋子一定不要高跟鞋，有舒服一点，因为要走路很多，然后很容易也跌倒，因为很多人。康妮也说过，就是首饰也不要带，任何首饰不要带。也会有很多人抢东西吗？对，很容易那么多人，然后人家跑了你也不知道是谁。明白。另外就是因为也有那么多人，所以很难
就是找到朋友很容易迷路，所以最好就是我们会带一个旗子，旗子，旗子可以买一个，然后对，然后这个可以画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标志啊、图案啊，然后如果迷路了可以摇一摇，举起来让别人看到，然后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标志，就可以找到。哦，明白明白，不要迷路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来。